嘿，你们知道 Neo 吗？就是这个 Neo。Well, guess what, guys? 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呢，就是 Neo， 因为他想鼓励你们学好英文。Hey, what's going on? This is Neo giving a shout out to the students of Gulenbu Fahing Ku. I just want to say, study hard, keep doing what you're doing, and know and understand that the top is for everyone. Everyone that is willing to work hard to get there. All right, it's Neo sending words of encouragement, peace and love. So, with that said, hey guys, what's up, everybody? 这个是哥伦布发音酷。今天呢，我想教你进步英文口说的四招，说图招。And we are starting right now. 给你那些 tips 之前呢，我想先跟你聊一聊为什么你的口说不好。Okay? So guys, look here. 听说读写。那在台湾一般的学校呢，这三个会被重视，但是这个呢会被忽略的。这个是有两个原因的。首先呢，就是学校资源的问题。因为练习口说呢是很花时间，也需要那个老师很多的 attention 的，所以很多学校呢就是师资不足。那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因为口说这个东西呢是很难给分数的，你的口说的进度呢也是很难测量的，所以口说呢本来就不太符合学校里面的那个给分数考试的那个机制的，所以学校呢会花资源花时间在比较具体的方面上面，比如说背单字、阅读题目那些，因为这些呢是比较具体的，比较是可以看到你的分数、看到你的进度的。老师把时间放在这些上面呢，校长开心，家长也开心，然后口说呢就会被忽略了。那这个状况呢其实是非常可惜的，因为进步口说呢是有一个很独特的一个好处的，就是加强口说能力呢是可以加强你对英文整体的自信的。你有了口说能力呢，你对英文就有自信了，有了自信呢，其实你的英文的其他的方面呢都会因此被拉高的，所以进步口说呢是可以给你一个心灵上的帮助的。 Okay? Anyways guys, 我说太多了， Let's get into the four tips. Let's go. 第一呢，就是如果你的单字量是少于3700呢，你先去背单字。 OK?我又要来说这一点了，说很多次了。如果你的口说是卡卡的，可能你的问题真的是单字量。所以你可以去测一测你的单字量，如果它没有达到3700呢，讲咩都晒黑了，去背单字。我再继续给你更多的 tips 呢，我们都在这边是浪费时间的。 OK? So, 测试单字量的连接跟3700个单字的连接呢都在下面了，有达到的话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咯。 Let's go! 讲英文要会变通，不要有完美主义。 So, 达到3700个单字之后呢，你就完全没有借口了，你的单字量呢是完全足够你去沟通的。你要练习怎么运用你已经有的单字量去沟通，不是去抱怨你的单字量，去抱怨你的文法。因为你的口说有多好呢，纯粹是看你有没有那个 creativity， 有没有那个创意去变通的。我给你一个例子好了，这个是什么？这个东西呢英文叫 kettle。 Now kettle 这个单字呢不是一个很常见到的一个单字，所以你在那些什么常见的单字的那些列表里面呢是不会看到它的。那如果你在说英文的时候不会说 kettle 这个单字，那怎么办呢？ Well, 你可以说 the metal device that boils water， 或者你可以更婉转用更简单的单字， it's the thing that you put water in and you turn it on and it makes the water 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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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t。 如果你有背过 kettle 这个单字，不代表你有口说能力的哦，但是如果你会这样子变通呢，代表你有口说能力，可能你在文法好一点，单字量多一点呢，你就天下无敌了。So guys, 口说不要有完美主义，你也不要觉得英文好的人呢，每一个句子都很漂亮，每一个单字都是选得很精准。Okay? It's not like that. 母语者说英文的时候，其实跟你一样，都是在黑暗中摸索。
只是他们可能摸索的更久，所以摸索的更好，是这样说吗？我说一说自己好了，我的中文的单字量呢是很少的，文法有时候会用错。你们可能用一个句子来说的一句话呢，我可能是要用三个句子来表达同一个意思的。不过就是这样子，就是你要经过那段不完美呢，你才可以进步的。OK， 好 ，Next one，Let's go， 跟其他英文学习者练习口说。就很多人都会觉得呢，如果你要练习口说呢，对方一定要是英文很好的人或者母语者，但是这个是一个错误的概念哦。因为呢，你开口说英文呢，你的头脑就在造句，对方是谁不重要。这个其实跟写作一样，因为两个都是 productive skill， 所以我们用写作做一个比喻好了。如果你要练习英文写作，所以你就写了一封信，你写完这封信之后，你把这封信给一个台湾人读还是给一个美国人读，有差别吗？当然是没有差别啊，你把那封信丢掉也没差啊，因为重要的是你在写那封信的时候有练习到你的写作嘛。 So 口说是一样的，重要的是你的脑袋有在造句嘛，重要的不是听那个句子的那个人的国籍是什么， right？ So guys， 如果你住在台湾呢，非常多的台湾人可以跟你练习口说了，好不好？任何的开口说英文的机会呢，都是好的，都是宝贵的。第四呢，就是多说英文。哎，你是不是以为这个影片会有什么秘诀？懒惰鬼，没有。英文要说得好，就是要多说嘛。OK， 有量就有质。那我知道你们是懂这一点的，你们也可能会因为这点所以有点困扰，因为台湾或者大部分的亚洲地区呢都没有一个很好的英文口说的环境。如果你突然跟自己人讲英文呢，也很奇怪嘛。Hey bro, nice to meet you, dude. Oh, hello, nice to meet you. Hey man, what's going on lately? Not much. Are you ABC? From America? Oh no, I'm from Taiwan.那你在装什么逼啊？所以接下来呢，我想给你一些 idea， OK？ So let's go。你可以找几个爱学英文的朋友一起来一个 English date。你可以去报名一些成人美语补习班。我以前在那边上班的，然后我不得不说呢，这些补习班最有价值的地方呢，不是什么文法规则，而是它提供一个很好的英文口说的环境。或者你可以去美国、英国、澳洲打工旅游啊，但是这一点你一定想到了，但是你可能没有想到的，就是去泰国、菲律宾这些英文口说还不错的国家练习英文。这些国家呢，去讲英文都讲得蛮欢乐的，而且英文也不是他们的母语，所以你去跟他们讲英文呢，完全不会有压力嘛。给最后一个点呢，就是你可以去台湾不同的语言交换的活动。那这些的语言交换活动呢，台湾是有几个的。我最近呢，就是花了时间去体验几个台湾最多人去的语言交换活动。然后下礼拜的影片呢，我就是会介绍台湾这几个语言交换的地点。But guys, that's all I have to say for today. So let's dance! Alright guys, we are finished. 下个礼拜呢，我会介绍台湾四个或者五个、语言交换的地点。如果你不想错过的话呢，就帮我按赞，然后订阅。我每礼拜一的晚上9:09呢都会有新影片的。然后 guys， 如果你想学好英文发音呢，怎么办呢？当然就是去 columbus.cool。里面有我自己研发的一套你们一直想学到的英文发音课程。But guys, that's it for this video, and I'll see you next Monday.